写的，直接写的泼不上来。直接写的。走着还弄好的，那是弄好的。一个考军的出学证哈，一个出学证啊，考学证的，哎，你们把这个东西搞来支持起来。那个东西，搞个东西转起来啊。嗯，对对对，那个，那个，就那个，我拿。啊，我这个。那个袋子转没？我没袋子转。没得袋子，我家凤凤吃锅里哪找袋子？没有袋子啊。嗯，凤凤装装的。我今天从那个大姐，大姐请一个包台的。太太可以搞的，你去学，我还要下衣服，但是学你思想还是当年吧，警察要还要放人家里面吧。那肯定要只能想，这小娃同学你看他走的。现在一个需要数学，好吧？因为不数学的话，可能这个小鬼很危险。啊，数学能不能保住这个命，我们不敢讲。但是不数学，这个小鬼就更危险，好吧？这是一点需要你数学。那么数学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的，就是讲感染啊，和一些经血液传统的疾病啊。既然要数学，就要承担这个风险。你要同意，你就要签字。数学贷款一千呢？那可能不下一千块钱。不行，我都是我家楼下的那些，他爸爸屋里面的。底下我要是没有血的话，没有钱的话，还有点好的。你需要赶快，这些东西都要赶快去那个，好吧？你先把这个什么事情？那我就签个字，我就怎么回事呢？哎呦，又签不到字，那怎么搞这个？这边就拿个钱嘛，我不然我想还要钱。那我们怎么可能能挣钱呢？哪个医生请签嘛？你就给我签了。不是，我们签了要我们负责任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你不要讲，你就按那真的不行，你现在就按手印嘛。按手印。啊，来，这你假设这个东西按手印，了解上述情况，就发生后如同意输血治疗，请在下面签字。你没办法签字，就再按个手印，啊。等会不是我现在我想交五百块钱。这个手印没有那个，再从不要按了，随便按了，再按。
我看呢，我要去那个30号线吧。这30号线睡觉。睡觉了。就在开，你给开了，欢迎单全部开过去。他爸爸到哪去了？哪晓得哟，打电话。哎，打过去了。没有，昨天还来了嘞，他出事了。你是哪什么人？我是他岳父。我是外婆。他这个爸爸怎么会跟安息下来，他就出去了呢？真的，你姑娘也是一个人在那里？哦，姑娘不是一个人在那上面是吧？一个人在那里。怎么这样子的？这个人。来拿通知书。这个通知书吗？有没有通知书啊？我没看到这个通知书。就天不是他奶奶那个。这里要签字，这是一个疾病诊治丰田高中。哪个把这个通知书拿的呢？在我们这里，医生只能尽量去强制他，我们不能保证这个效果。那你决定，你如果是决定放弃了不那个了，那我就马上给你办。原来看来是这样。鸭子，下次叫乖乖过去。37个，你尝尝。2岁左右，1岁左右的一个小孩子慢下来，好，337。Thank you.
小王，爸爸，这小子太聪明了。那上面一个大屁屁，是不是你？你叫小王上去拉那个，拉青年监护的。好，小王是小王吗？估计怎么不上来呀？那边的用。赵静啊，千辛万辛，这不是做那个的事，他昨天晚上两个地方了，是，装备卡死了。我过来，你和你认识。然后现在吧，咱们把你们那点我纸打开，大概有十个朋友在送他。那你好。你来打上面打出去，还没打出去。不打回来。而且等到我他妈妈，就他签字的时候，他妈妈拿着那张纸条子，就这样。
你不能怪我哎，狗的，还害的害我站到这夜里就往上扭。那个别喊那个奶奶酱，我又不忍心去打那个奶奶酱。搞快点，搞快点，我们还要去奶奶酱，要去去那些。那你奶奶？那你好像在想办法吧，感觉别人都没来得及。他是是到日里这边，是他妈妈这边的亲戚。哪个亲戚啊？这个亲戚。他心里呼吸还有呼吸，自己爸爸的那那那，对。讲是不是不是啊，因为没得话很快就发的时候不在，我跑出去我就看到那个他要人提了个呼吸机提出来人就不对了，他就准备跑的，我那个人把拍子抱了就跑哎，我是准备跑的，因为这因为那个男的就提了刚才刚才也来不及了，我当时我就没印象注意，你就扔了他一步就行，扔了他一步就人就死是后来他等我跑出去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有人提那个呼吸机，离了针就对了。那后来他们家扔好，给他清一脚。妈妈听，哭吧，叫的也是。我今天困了，得想办法找个远的人哈。你就往老厂里头看了。把你送来去找那个抽血的，晓得吧？我肯定念了，过来。那个是肯定，不是那个小的出血。你在这里是吧？看没有这个。那血点啊？那血点不熟。止不住啊？既然我晓得。后来搞回去了。活了。活了，那就抱来了，死都得活的。他就搁一个，他就关在院外的一个猫，养它，一个猫的土医生，搞两颗丸子，一颗红丸子，一颗白丸子，吃好的，两颗。两粒就先吃一个红丸子，三天不结大便，吃下去不结大便，三天不结，再吃一个白丸子，吃下去以后大便就结红黄颜色了。哎，牛逼的！你不管了怎么搞好，他是活了。他这个死是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不管了怎么搞的，我把地址留下来，我打电话没打通，我问问那个医生。你那边有吗？你那边有同学吗？你管了没用，他把那搞好了。不凉不凉的，你把那个。先生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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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零两个三零八零，手比较小，这小孩子早产，还有给我暂时没抱一会儿，怎么你比较弱了？我建议你找他一会儿，你是怎么搞？你是等一下定还是怎么？三零幺，